有没有虎妞儿？虎妞儿啊，有没有？跟谁的？那肯定不是跟我的啊，肯定不是跟我的，也不是跟小迷糊的啊。你说是谁的？肯定不是我的，你猜是谁的？你猜，你再猜。啊，有了好事啊，不枉费那么远，咱也不能叫。是不是四哥啊？是不是四哥啊？你高不高兴？四哥，你当舅舅了，你高不高兴？老四啊，来问问你啊，咱说你又当舅舅了，四哥，四哥，四哥，来问问你啊，咱说，老四，你又当舅舅了，你告诉老爷你高不高兴啊？你又当舅舅了，你高不高兴啊，老四啊？啊？啊？四哥呀，你这回又当舅舅了，你高不高兴啊？啊？哭啥呀，老四啊，你哭啥呀，四哥，啊，老四啊，我说你当舅，你高不高兴，老四，舅舅，你看姐姐马上生宝宝了，然后呢，四哥你又当舅舅了，啊，四哥，你告老爷，你又当舅舅了，你高不高兴啊？老四，你高兴的话，你伸个舌头。四哥，四哥，你高兴，你伸个舌头，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，老四？伸舌头，你不会笑了吗，四哥？哎，完了，四哥白费了，不会笑了。四哥呀。哎呀，啥也不是，来给你找个媳妇儿吧，再给你找个新的。四哥，我再给你找个新媳妇儿，行不行？四哥，高不高兴？老四啊，你高不高兴啊？我四哥是不是生病了？老四，你病了？老四啊，啊？四哥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咋高兴不起来呢，老四？啊，我四哥高兴不起来呢，怎么今天？啊，四哥，你今天怎么高兴不起来呢，四哥？啊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出去试一下整一下。完了，完了，手机这下支不起来了，支弄不起来了，支弄不起来了，手机支架。老四心疼姐姐啊，小迷糊来，老四你怎么不高兴了？四哥，对，四哥你坐着。感谢贝贝姐姐啊！小迷糊，迷糊来，迷糊。小明啊，
明波，明波，过来，你往这儿来。明波，三过来，让他过来，来，三来，你让小明过来，来，明波上哪这儿来？明波，爸爸今天不高兴，快陪陪爸爸来。明波，听话啊。啊，小明波啊，小明波来，明波来。来，过来，明波啊，好，一点就省了劲儿。啊，啊，明波，今天爸爸不高兴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明波啊，来，爸爸今天心情不好啊，陪陪爸爸。哎，明波，啊，今天让爸爸歇一歇。啊，啊。明波，今天爸爸不高兴，你陪陪爸爸，啊，来，你让爸爸歇一歇。老四，你儿子歇你来了，你干啥去你？啊？啊？老四，哎呀，老四，你喜不喜欢儿子？四哥。行吧，你儿子，行儿子亲一口，亲儿子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俩孩子，啊，明波啊，明波，哎呀，你好好的，你亲亲你爸爸，亲亲爸爸啊，爸爸今天不高兴，你说爸爸呀，爸爸今天咋的了，爸爸，爸爸，小明波你说，小明波，你说你跟你爸说话，你跟爸爸说话，明波。你说，你爸爸今天咋的了？哎呀，我爸都老了。小明，你看你爸老不老？你看看，摸我脸，摸他脸。哎呀，爸爸，你过来耳朵瞅瞅。爸爸，你让儿子瞅瞅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老脸。他儿子，他儿子，他儿子，你敢不敢正眼瞅你爸一眼呢？他儿子。三儿子，你看看你爸爸，哎呀，这爸爸真可爱。明儿，你看看你爸，你看看你爸，看看他呀，啊，来，爸爸，你抬头，爸爸，啊，让儿子瞅一瞅，啊，啊。你瞅我干啥呀？我是你爸呀，迷糊，你瞅我干啥呀？那不让你瞅爸爸吗？还有别的玩玩吗？没有别的玩的。我，哎，老师。让爸爸瞅瞅，啊，四哥今天心情不高兴吗？这不是，啊，老四今天不是不高兴吗？他不高兴，我今天让老四歇一歇呢，啊，我先让我四哥歇一歇小明火，知道吗？这个让你整的，迷糊呲牙，迷糊呲牙正常，迷糊呲牙正常啊！啊，你看，你看小明跟他爹关系多好，那用人说吗？用谁说吗？老铁们，这用谁说吗？你瞅瞅，老四跟迷糊之间关系不挺好的吗？如果没有我在一块撮合的话，他俩关系能这么好？啊，家人们。如果我不在当中撮合他们两个啊，我不在中间挑拨离间，他俩能这么好啊？我不在他们俩之间化险为夷啊，我不给他俩搭桥，他俩能好？这不扯淡一样吗？你看看刚才经过我刚才一顿啊啊一顿开导。卡了。
你给老四找媳妇呢，老四媳妇搁那虎妞在这儿呢，他跟他媳妇关系不好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老四跟虎妞关系不太好，也不知道咋的，他俩好像不在一块过，就老四总寻思老小石小迷，老四吧总寻思小石榴的事儿啊，这虎妞呢，哎也爱搭不起理的，不搭理老四，咱也不知道他们俩在玩什么呢。他俩不正儿八经在一块儿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，你看你看小石榴，你看小迷糊，不，你看虎妞这样吗？干啥呢？你看这个虎妞就像老四养了一个丫鬟似的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啊，啥年代了还父母包办？小迷糊啊，真能！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哎，真爱团变色了呢，怎么？哎，这真爱团怎么变色了呢？怎么变成紫色了呢？突然之间，家人们你看了吗？怎么真爱团怎么突然变成紫色了呢？卡呀！我看啊，真有点卡呀。真有点卡呀，一卡一卡的，一动一动。一动呢？来，出去来，出去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有点卡，就你变紫了，为啥我变紫了呢？是紫色是超人气粉丝荣誉主播，怎么就我变紫色了呢？过来啊，是都变了吗？现在不卡了吧，老铁们？现在是不是不卡了？不卡了，行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快来，快来！哎呀，那个灯啊，到现在还是卡。欢迎家人们啊，还卡不卡了？家人们，你们看看卡不卡？还卡啊？哎呀，这怎么一卡一卡的卡呀？直播间100多人都是红色，你自己看看。怎么还卡呢？卡不卡了？
行了啊，行了，哎哎哎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哎哎，嘿嘿嘿嘿。你看，小石榴没出来呢。小石榴呢？家人们，你们看见小石榴了吗？小石榴跑哪去了？还卡呀？重新进还是卡啊？石榴，石榴搁这儿呢，石榴。哎呀，我是真闹挺。还卡吗，家人们？还卡吗？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你说，你说他妈的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不卡了吧？怎么一卡一卡的？进屋吧，进屋吧。还卡呀？今天好像不适合直播呀，老铁们。来，进屋来，走。走走走走走，今天好像不太适合直播呀。啊，又黑又卡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卡不卡，卡不卡，家人们，卡不卡啊？好了，不许干仗，哎呀，今天这个网不行啊，老铁们，这个网不行啊。卡一卡的，我这里不卡，不卡，好了吗？我这个网啊，我明天换根线去，我明天换根线去，这个网的事儿，就这个网的事儿，明天换个线就好了，好了吧？这怎么好了不卡？是一卡一卡的，是有点一卡一卡的，有点不连续。你看，有点不连续，是不是？有点不连续。不卡了吗？哎呀，这整的不卡了，我明天修修网去，这个网得修了好几天了，我都没修，明天修修网去。它以前这底下吧是亮两个灯，知道吧？它这底下这上面还有个灯啊，以前是两个，这两个灯一块亮，信号老好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整的，就亮这一个灯啊，就亮这一个灯，再不知道咋整的，迷糊第一。快来，咱也不知道咋整的。我明天要把那东西换了啊，那行吧，把东西换一下子。起来，快来，丢了一个，不是丢了一个啊，起来，快来，走，不是丢了一个灯，他那灯就不亮了，不知道为啥不亮，应该是接触的事儿，我估计是接触的事儿。好了，到哪儿给你接水啊？等会儿，等一下，三娃，等一下，三娃啊！重新铲一下也不行。关了重新试，我都试多少遍了，那个我都试多少遍了，关了重试也这样啊！来，过来。
石亮，石你看下石亮来下来，石亮一卡一卡的看头晕，还一卡一卡的。嗯，加上你还没还会感觉感觉。石亮来过来。石亮下石，我是不是不动它就好了？啊，我不动它是不是就好了？啊，重新插一下线。我感觉还行啊，啊。我别动了，我不动了，还卡呀，这整的半没半小时了还卡呢，还卡呢，别动了啊，都别动了啊，动了屋里没信号哦，动的话屋里卡，没有信号，不许动啊！不卡了啊！好了，不连贯怎么还有不连贯的？我的妈呀，这咋不纠结卡了？开始游戏不畅通不流畅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卡就卡，这看。我别动了，这样我感觉不能动的，我是不是一动了就卡了，我是不是一动了就卡，看吧又卡了，一卡卡不行了，这样要今晚别播了，今天别播了，你们早点睡吧，我明天要高低我得把这个网换一下，同学们啊，石头下来，石头来下来，来下来，石头来，小石头，哎，小石头，发现最近的石头啊，我的妈呀，你这个头发呀，石头，我再不给你，我要再不给你剪头发，你都成那个喇嘛了，我的这头型长的，哎呀，兄弟们，你说小石头这个头发怎么长的呢？啊，你啊？脑袋不动，一动就卡。小石头这头发怎么整的呢？啊，你快成那个真的了，你戴上那个帽子成喇嘛了啊啊！石榴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小石头头发真的适合剃秃子，他的头只适合剃秃子，我跟你说，是不是真好玩？他头发只适合剃秃子。我发现你们几个总在那整这底下干啊，老四惹的祸。来，坐好了，来坐好了，你们都坐好了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伙啊！哎，这个真爱团怎么突然变成粉色的了呢，老铁们？集人气解锁奖励，超人气，集人气解锁奖励，超人气，这怎么突然变成紫色的了呢？老铁们啊，成功晋升王者团，恭喜主播获得以下奖励，王者团好像又升级了呢啊！等一下子啊，我再瞅一眼，老铁们，这怎么又升级了呢？邀请我邀请加入我的粉丝团，我自己没法加入自己的团，怎么又升级了呢？又变色了呢？超人气粉丝团，
感谢家人们啊，真爱团超人气粉丝团了啊，这怎么一下子怎么超人气了呢？是不是带投票的呀这个东西啊，同学们，这东西是不是带投票的呀？感谢啊，十级了，这个应该是带投票的，我感觉，老铁们啊，是不是有人气票的家人再送点？有人气票吗？家人们，你们有人气？什么是人气票？老铁们有人气票吗？现在是怎么的？年底了之后往上是送票吗？老铁们有没有？我看看，王者解锁王者勋章，闪耀全场。我看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什么？你们有什么票？你们尽管送，家人们来，免费的啊，老铁们，免费的票尽管送啊！我看一下这什么票，这是啊？对，点那个人气票，一人一投一个，点那个人气票就可以一人投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老铁们，咱们再投一投，咱们再投一投，人气票再投一投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伙儿啊。他弹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点了就升级了。先点粉丝团。啊，老大好看啊，老大马上就要当妈妈了啊，感觉老大还有一个月就当妈妈了啊。我就感觉我家老大就是自从怀完孕之后，你就感觉老大怎么好像有点突然偏瘦呢，有点。啊，老大肚子大了没有？他肚子大了，同学们。啊，老大肚子大了。你看啊，投了是吧？投了，我估计一会还能变色儿，同学们，一会还能变色儿。啊，我们家老大的肚子吧，啊，这是我应该把毛给它剃一剃。它这个上边这面大了，老铁们，上面这面大了。但是不知道怀几个啊，老铁们啊，其实我也不想知道怀几个，我其实就想知道怀没怀，知道吧？我就想知道老大怀没怀宝宝啊，老大，哎呀，那老大怀宝宝了，老大，我看啊，老爷确定你要怀的话啊，老爷给你发三个小红花，行不行？老大，老爷给你发三个小红花啊，感谢一路上有你。欢迎家人们啊，欢迎咱们家乖乖 seven 军团，谢谢乖乖 seven 军团啊，谢谢大家伙啊。说实亮，老大的宝宝是谁的呀？是巴顿的，老铁们，俺家老大的宝宝是巴顿的啊。说实亮，不能上去啊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大家伙儿又想买东北黑木耳的，咱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东北黑木耳啊，47.9块一斤，家人们啊，47.9块一斤。有想买木耳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拍单木耳啊，咱家木耳特别好，东北黑木耳啊，乱套了，石亮。哎，你说俺家小石这个腿，感谢万万啊，谢谢万万啊，小石的这个腿还不好，老铁们，你们说应该咋整呢？石头你下来，来石头来啊，石头你下来，来小石这个腿还不敢着地，你们看着了吗？老铁们，他腿还不敢着地是怎么整的啊？石头过来，石头来，他腿还不是特别，你看他现在就没事啊，但走道的时候他不是特别用力，你看现在没啥事啊，现在没啥事。但是小石头走道的时候不是特别用力，王者了，现在王者团了啊，王者团了啊，感谢家人们啊，咱们家现在已经成为王者团了，我估计还能往上升。大家有这个粉丝团票的，家人们，粉丝团那个票叫什么票？好像没好利索，两个巴顿。俺家 seven 的老公是巴顿，
啊，老大的老公也是八顿，老铁们啊，他两个狗吧，虽然都是八顿，但是呢，不是一个八顿，老铁们啊，不是一个八顿啊。俺家 Sam 的老公呢，是一只白色的八顿，我们家老大的老公呢，是一只黑色的八顿，啊，完了，这不掉八顿窝里了吗？啊，是不是？这不掉八顿窝里了吗？你们几个，你们干什么玩意儿啊？起来！行，我发现他们几个呀，今天晚上都愿意掏那个什么，都愿意掏那个抽屉，啊？没让妥哥上啊？什么？没让四哥上啊？你说啥玩意儿让四哥上啊？你说啥玩意儿让四哥上啊，家人们？你们说的哪方面让我四哥上啊？啊？那我四哥能上去是咋的呀？四哥，四哥能干啥呀？我四哥能干啥呀？我四哥上炕都费劲，能上啥呀？四哥往哪上啊？四哥，你说他往这一坐，坐着都费劲。我真的，家人们，超不过四，哎，超不过十秒，我四哥必趴下。啊，他超不过十秒，一、二、三，呀，我四哥今天有出息了，四哥今天出息了，我信我四哥怎么也得趴下呢？四哥能上小石榴，正能量啊！四哥能团灭韩哥，嗯，欢迎欢迎家人们啊，欢迎来到我们，你们几个都消停一会儿啊，这边冷了知道吗？这边冷了，然后呢，我屋子没开窗，我外面下雨，这两天下雨，我咋感觉他们几个这么热呢？啊，小牛是断尾了吗？小牛是断尾了，家人们啊，俺小牛小的时候就没有尾巴了，小牛小的时候就没有尾巴了。小迷糊，老铁们，你们还记不记得小迷糊刚出生的时候在哪出生的？老铁们，你还记得？你们有多少人记得小迷糊出生的时候？啊，那是在遥远的一天，小迷糊被他姥爷送进了产房啊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小迷糊呀被他姥爷送进了产房，第二天就赶上了1月1号啊，小迷糊啊是2018年的尾巴。2019年的不对，应该是2019年的尾巴。小明的生日太小了，太小了啊！第二天就是元旦，第二天就是元旦，那小明户出生了啊！人家是元旦啊，小明户现在整个圣诞，我的妈呀！迷糊，刚出生啊！哎，家人们，小迷糊什么时候被做绝育的？是不是圣诞的时候，姥爷我给他做绝育的？圣诞节的时候，啊，一年的最后一天，小迷糊元旦的时候出生的。圣诞的时候做的节育啊，俺家迷糊太傻了，啊，太坎坷了，小迷糊太坎坷了。老大有了没有？老大有了呀，家人们，老大有了。你说家人们哈，咱跟咱们家这帮狗狗都往这一趴，咱开个座谈会多好，你们都别动呢，是不是？我就在这照他们。给他们开会，是不是？咱开个座谈会多好，都别动。
咱们家第一个链接东北黑木耳啊，19.9元180克，家人们47.9元一斤啊，47.9元一斤，咱们家正儿八经的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，有想买木耳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单东北黑木耳啊，第一个链接呢啊，木耳很快就要没有了，4.1元一两，哎呀妈呀，家人们4.1元一两。木耳4.1元一两，有需要的话你们拍单，木耳嘎嘎好吃，老铁们啊，来3N8直播间的没买过咱家木耳的话，你们真的，你没买着咱们家东北家东北黑木耳的话，真的我感觉挺那什么的啊，挺亏的，因为咱家木耳这么好的木耳卖4.1元一斤，啊，不，这么好的木耳卖4.1元一两，家人们没拍的话一定要拍那东北黑木耳，嘎嘎好吃啊。肉特别厚，特别厚实啊，而且非常干净，一点都不埋汰啊。摆好造型开会。你哎，家人们，你说小迷糊在家里的时候，他是没事就挨欺负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帮狗狗都欺负过小迷糊，除了老四啊，除了我四哥。王者团了啊，王者团，欢迎家人们，欢迎王者团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。欢迎王者团来到咱们的直播间，老铁们没点亮咱点点亮，老铁们来，咱家人们给点点亮好不好。老爷问老师有啥梦想，我问我四哥啊。小迷糊呀，你有啥梦想啊？小迷糊有没有梦想？虎妞有梦想啊？小迷糊你有啥梦想？小迷糊，你的梦想是拆沙发吗？迷糊，你告诉你老爷，你的梦想是拆沙发吗？迷糊，啊？是拆沙发吗？明花，这是你拆的吗？啊？这是你拆的沙发吗？明花？啊？是吗？啊？哈哈，你说啥？明花？这是你拆的沙发吗？你说啥呢？嘿，还真是你猜的，迷糊，还真是你猜的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还真是小迷糊猜的，老爷果真没冤枉你。啊，四哥呀，你有啥梦想，老四？老四，老四你先别闹，四哥你先别闹，四哥你们先。老四啊，嘿，接个大腚。老四啊，老爷问问你有啥梦想啊，采访你一下子。给你表演拆沙发玩呢。我给他两杵子。小明敢再敢拆沙发，我给他两杵子。小明为什么叫日本兵，谁知道你们咋给起的名，给人家小明起的名。你说狗，你说老四他妈多快乐哈，家人们啊，你说他们几个多快乐呢，太幸福了，真的，这帮狗狗他们太幸福了，太快乐了，无忧无虑啊，老铁们无忧无虑啊，是不是四哥？老四你有什么梦想？你说 Seven， 你要问 Seven 有啥梦想的话， Seven 可能能给你拿点东西吃，拿好吃的去。Seven 的意思我就是为了吃。你说老四你有啥梦想啊？老四就呼呼睡觉。咱也不知道老四你这梦想是不是睡觉。吃啥呢，虎妞？来，脱来，脱了。
吐了吐了，啥呀这是啊？三打不过老四啊，老四让着 seven。我家 seven 打老四，老四都不敢吱声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老铁们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不是老四不敢，而是老四没那个胆儿，知道吧？老四没有那个胆儿 ，seven 打他老四都不敢吱声，他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他敢吗？老四孝顺可不呗，老四啊，我看我家家人们啊，你说俺家狗狗谁有脾气，他们几个谁最有脾气，我你们看看啊，我让 seven 揍小迷糊，老铁们，我让 seven 揍小迷糊，你看看，老铁们，我让 seven 揍小迷糊，你看看那个小迷糊有没有脾气，你们想不想看啊，想不想看看他们几个谁脾气好，想不想看，老铁们啊，我让三哥三哥挨个揍一圈啊，我让人家三哥挨个打一圈啊，谁都打，来进来，你们进来，来小明进来，来小明进，小亮来，小亮石亮呢，石亮来进去，来啊，我让三哥揍一圈啊，你看他们几个谁脾气大，小明虎妞进去啊，老大啊，但是咱是娱乐啊，老铁们啊，咱这娱乐玩归玩啊，不许生气啊，老铁们啊啊，老大来，老大坐这，老大来，坐好了，好了啊，老大你拍，老大三万，你姑娘不听话怎么办？你看不听话怎么办？哎，好，老大呀，你不能说咬妈妈啊，老大啊，啊，坐好了，我老大了，坐好了。三万呢？姑娘不听话怎么办？三万她不听话怎么办？啊，她不敢。啊，三，你坐，三嘴屁股，怼屁股，三嘴屁股，三怼屁股，嘴屁股。哎，这嘴，嘴屁股，他大屁，揍屁股，三，揍屁股，来，揍，行了，他妈出来怼你啊！你想出来揍我？三万，你他不听话怎么办？你看啊，老大能回手掏三万，你知道吧？老大能回手掏他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出来揍我你呀？啊？这个不像虎妞，这个虎妞又拉了。哎呀，家人们，咱刚才我是不是带虎妞刚出去啊？家人们，你们看着了吗？就是我开播啊，咱进屋能有多长时间？家人们，咱们进屋能有多长时间？哎呀，这个虎妞怎么又往窝里头拉粑粑呢？你瞅瞅。这咱们进屋有多长时间？老大今天可能喝酒没喝。这谁来？快来！你看看来，我今天非得给他打怕他，真的，我今天非得给他打。这谁拉的？啊？谁拉的？闻闻闻！闻闻闻闻啊！闻闻，谁拉的？啊？这谁拉的？
啊，我他妈就打你了啊！出去，刚从外面进来，我特意问你，虎妞有没有粑粑？啊？这谁拉的？啊？谁拉的？闻闻完了吗？谁拉的啊？行了，小明不许说情啊，谁都不准给虎妞说情，知道吗？啊？谁拉的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啊？多他妈味儿啊！屋里头，我跟你说，我迟早有一天我不要你了，真的，姑娘。哎，气死我了。老姐们，你说咱家狗天天出去溜，天天出去溜，这狗都能在屋里头拉粑粑。就是家人们，你说我怎么才能让它不老屋里拉粑粑呢？我整真的，天天出去溜，一天出去五次，一天最少出去五次。你想想吧，老姐们，三爹晚上的时候，晚上吃完播之后出去一回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早上出去一回，我吃完播之后出去一回，直播之前我也出去一回。是不是啊？早上出去一回啊，9-10点钟出去一回，我基本上3-4个小时出去一回，知道吧？基本上3-4个小时就这样的狗，一天出去6-5、6遍，它在外面都不拉屎，它就在屋，就是一出去不拉，就一你一回来一给它关笼里它就拉，一给它关笼里它就拉，这才奇怪呢，这才要命呢，老铁们，真的我整不了他啊！长大了就不会，不是我跟你说，100%还得往屋里拉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不打，知道吧？我没打过他，养成习惯不好。绑外面。谁拉的那个？谁拉的？你要忘了，他忘了，他还往屋里拉，你信不信？他还往屋里拉。你就他那个家人们，你瞅虎妞这个形象哈，家人们，你瞅这个虎妞这个形象，虎妞，你说他把人家狗伸舌头是怎么伸？老铁们，俺家老四他们伸舌头是这么伸。虎妞伸舌怎么伸？他把舌头从那边耷拉下来啊！他把舌头从那边耷拉下来，你就瞅他这个形象啊！你像是个母狗吗？像是个小姑娘吗？啊！放外面一天，他放外面一天，在院里叫唤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说这个狗为什么往这边伸舌头呢？家人们，为什么呢？这有什么说道吗？啊啊！你看他们几个，你看 Seven 他们几个，都是往正。老大，是不是？你们看着了吗 ？Seven 他们几个都正常伸舌头。现在好了，但是多数他都会那么伸舌头，知道吧？把舌头搭那头去。
人家乐意那是玩儿，那是玩累了，就是感觉特别累哈，那种感觉是不是？啊，主播有没有酸辣粉的吗？没有酸辣粉，有酸辣粉的家人们啊，有酸辣粉。酸辣粉，24.9块，家人们啊，最后一个链接酸辣粉，你们可以去买单。最后一个链接酸辣粉啊，酸辣粉在最后一个链接，小黄车上没有。你上最后一个看看，对呀，家人们啊，你直接买最后一个链接啊，6桶24.9块啊，6桶24.9块。虎妞咋那么像老大呢？啊，咱该看虎妞了吧？老大进去来，刚才是不是看虎妞了？老大进来了，来，老大进来了，来。哎，虎妞啊，我让 Seven 揍虎妞一下子啊！我让 Seven 揍虎妞一下子啊！哎，虎妞坐好了，虎妞来，虎妞我绝对不能给你吃，不能给你好吃的啊！起来 ，Seven， 虎妞不听话怎么办？不听话怎么办？他不听话怎么办 ？Seven， 他不听话怎么办？趴着，虎妞来，坐好了，趴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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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班，虎妞不听话怎么办？这不听话怎么办？我跟你说啊，虎妞绝对咬三班，知道吧？三班不敢怼，你看着，三班他不听话怎么办？揍，你看他不敢怼啊，揍，你揍头，揍屁股，揍屁股，揍屁股。他妈小迷糊，你是不是想出来挨揍啊你啊？你着急呀？啊？你着急出来揍啊？啊？怎么的？你说小明为什么脾气这么大呢？老铁们，他为什么这么大的脾气呢？啊？顽皮罐的不是18.8块，现在是19.9块啊，19.9块3罐啊，现在啊，顽皮罐呢，在第34个链接啊，19.9块3罐啊，过来来，虎妞坐好了。快趴着，三班，虎妞不听话怎么办？三，坐屁股一下，你坐屁股，再坐屁股，坐好，再来啊！可能换家有关系。真的，这小迷糊咋这么欠儿呢？这个小迷糊啊！过来，虎妞来，过来。三不敢揍他哈啊！三班，他不听话怎么办？你看，他不听话怎么办？三揍屁股，揍脑袋，揍头，揍。你看看，揍一下，你揍一下子，揍一下，揍。这虎妞，我跟你说，平时没少咬三班，你信不信？他平时真的没少咬三班啊！就你这样的啊！往屋里拉粑粑啊！就你不挨揍，谁挨揍啊？你不挨揍，谁挨揍？在屋里拉粑粑，老爷子说你多少回了，你听吗你？他一点都不听，三万虎妞一点都不听，他一点都不听，怎么办？三揍，啥也不是。小米真的，你回去虎妞来，你回来，我非得让小牛出来，来，虎妞进来，虎妞来进去，我非得让小牛出来。
这个小明皮咋这么大呢？这小明啊，出来，小明来，出来来，啊！你给我出来，明儿来，出来，坐这，明儿来，坐这来，坐这，明儿来。你给我坐这来，坐这，明儿坐这，上这来，坐这。那不叫唤了呢？啊，那不叫唤了呢？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来。咱表演才艺，让姥姥揍两下子，出来来，小明出来，快出来，迷糊，你出来，咱表演才艺，咱直播呢，快迷糊来，让姥姥揍两，快，出来，握手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坐这去去。让姥姥揍两下子，快快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别磨叽磨叨的你。坐这，坐这，坐这，坐坐坐坐，坐这，坐这，揍两下子啊！快坐这。啊，明糊啊，呀，啊，小迷糊怕三碗怼他。三碗，小迷糊不听话怎么办？啊，小迷糊跟虎妞一样。小迷糊啊，你让姥姥怼一下，把肉干给你吃，行不行？让姥姥怼一下，怼一下，再怼，怼没事。怼他一下子，坐，三嘴他，怼，怼，嘴闭上，三你能没碰着？三你能没碰着？碰大腿，三碰大，三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三来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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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把着头，我把着头。哎呀，三文你就不敢呢，坐。三，你坐坐坐，你看看你三文你，哎呀，三不敢。坐坐，三文，坐坐坐，走嘴屁股屁股，他嘴屁股嘴屁嘴这儿，嘴这儿嘴这儿。哎呀，真的三万，你真的不行，你真不行，我给他吃吧，你看着了吗？你不怼的话就给他吃，你不怼就给他吃，你怎么叫唤？你说你不敢，你有啥不敢的？揍呗，是不是小明花？哈哈，你小明吃多香，你就揍屁股不就完了吗？三万呢？揍三，你向我这儿揍，怼怼他。三怼他，三爸给你肉干吃，三爸，三你怼他，怼他一下子，来，坐这，明儿来，坐这，明儿来，来，三爸，三爸怼小明屁股，你没看见呲牙吗？三爸说没看呲牙吗？三万，三万没事，小迷糊，小迷糊，小迷糊让你怼，就咱就轻轻碰一下子，三万，咱轻轻碰一下，三万，啊，没怼着，你怼这儿，怼这儿，对对，好啊，好，好啊，他不敢怼小迷糊，知道吗？三万不敢怼他，你给三万气的，你这给三万气的，啊，三万。三，走走走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怼屁股，再怼一下屁股，三，再怼一下屁股，怼后脑勺，三，你怼后脑勺没事。对，你说三文这个叫跟谁学的呢？三，你怼后脑勺，三文没事，他不怕你，他不能咬你，三文。好，对，对对头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对，呀，你就比划两下，你也没碰着啊。三，你怼比划两下，你也没碰着啊。来，三来，对，他不敢，你看着吗？三不敢，三他妈，咱也不知道为啥，他都不敢。我跟你说，这证明啥，老铁们？小迷糊平时的时候没少咬老大，没少咬三文，知道吧？虎妞也咬三文，老大也咬三文啊，就包括小石榴都咬三文。
咱们家唯一的一只狗没咬过 seven 的狗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老铁们，你们知道谁没咬过 seven 吗？啊？回去，小明，回去，回去，去，咱让你坐他屁股下，坐坐坐。你看他不敢，他不敢，你知道不？ seven 这么叫唤他是因为他不敢，不敢就是因为平时 seven 挨咬的次数太多了。进去红圈来，小明我来。他妈，我发现我家这些狗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叫啥名了。来啊，小石榴是不是？石榴来，石榴出来，来，老四，石榴出来，来，啊，石榴，石榴坐下了啊，好了啊，三吧，三吧，小石榴不听话怎么办？你看三不敢啊，三吧，小石榴不听话怎么办？不听话，三吧，想不想吃？他不听话怎么办？三，他不听话怎么办？三个，你把你怼一下子呗，他不听，他不敢。三个，你怼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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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碰着。怼一下，怼怼，再怼一下子，怼一下子。你看他不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叫他怼老四看敢不敢，老让三为难。哎，三万愁的也不敢了。三万，三万，三万过来，来。三万，你揍小石榴一下，揍他一下，三揍他，你怼他一下，一下摸摸他，你摸摸他行不行？摸摸他，摸摸他，三你摸摸他，摸摸他啊，摸对，揍他啊啊！三太棒了啊！三万，摸摸摸摸摸摸三摸摸摸摸摸，我揍！对，怼他一下，怼他一下子来。三万，没事儿。给三万吓得毛都炸起来了啊！给三万吓得毛都炸起来了，啊！石榴，石榴，啊啊，来，啊石榴，来，咱走，揍他一下子来，走，看着啊，三万，三啊，三万，三来，三坐好了，三坐好了，三来，过来，三万来。挑战人家三万啊，挑战挑战三万的。啊，又给石榴一口啊！哎，三万来，三万三万，你坐着屁屁一下，三万给你肉干，你坐着屁屁一下，三万坐着屁屁一下子，三万，石榴那么小，三万干不过，石榴脾气大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三万谁都不敢怼，他谁都不敢打，他就敢打老四。是吧？你们以为平时 seven 在家里头挺厉害呢？家人们，你们平时感觉 seven 在家里头挺牛呢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家 seven 在家里头，啊，应该是老四是大王，老四是大王，啊，俺家老四能屈能伸，知道吧 ？seven 打老四不吱声，老四不吱声，知道？你别看老四厉害，老四谁都咬，但是他就不咬他妈。知道吧？俺家老四谁都咬，就是不咬他妈。老四厉不厉害？出门一个狗干好几条狗，七八条狗，知道吧？但是seven就敢揍老四，别的狗谁也不敢惹老四。石榴没错，
跟错不错没关系，老铁们，跟错不错没关系，就是敢不敢碰。那我谁没错？那我还没错呢，我还没错呢。三番，你怼他一口，怼我一下子，你看，你看，怼不怼？怼我一下子，三番，你怼我两下子，怼。三番，你不是你坐好了，我还没错呢。那三番为啥敢怼我呢？三番，哎呀，三番不许坐，不许坐，不许来，三番来，来。对，三，你，哎呀，你看看，看出来，三疼不疼？啊，你看看，疼不疼？你要为啥呢，三文？家人们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因为我不咬，我不咬三文，知道吧？我不咬他，他不怕，知道吧？我不打他，他不怕，知道吧？他为什么怕小石榴呢？因为小石榴咬他呀。看着了吗？我还没犯错呢，三文为啥怼我呀？他为啥怼我呀？三番，你揍小石榴一下子，我就把肉干给你吃。走，对，你看看你，哎呀，好了，都不敢啊！我再让你们，我再让你们看老四啊，老铁们啊！这么的吧，回石榴回去吧，石榴，石榴回去，石榴来，让老四出来，石榴，石榴回去，回去吃，快回去吃，石榴啊，老四啊，看我四哥出来了，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看三文敢不敢怼老四啊，家人们看三文敢不敢怼老四，三文谁都不敢怼，老大他也不敢怼，虎妞他也不敢怼，小迷糊他也不敢怼，石榴他也不敢怼，看他敢不敢怼老四啊。来，感谢家人们啊，待会儿有想买咱家东北黑木耳的啊，第一个链接木耳47.9一斤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木耳是47.9一斤啊，有想买木耳的话，你们拍单东北黑木耳啊，核桃4.9-4.79一两。啊，合到4.79一两。啊，待会儿有需要的话，你们买一单，咱家这个东北黑木耳啊，家人们，4.79一两啊，可以去拍一单。都是假老虎，你看三，你看老四是什么老虎啊？等会儿啊，我拿肉干，你看他敢不敢怼老四啊？为啥三文敢揍老四呢？因为老四平时脾气太好，他平时没有太大的脾气，知道吗？俺家老四，你一瞅他就憨得乎的，知道吗？这孩子一瞅智商不高啊，多少跟那个唐氏沾点边儿，就是有点那个也比较温顺，比较柔，就是这孩子比较听话，一瞅知道吗？没有什么大脾气，知道吧？也不会生气那伙的，知道吧？老四乖，老四来，啊，四哥坐好了啊。三番，老四不听话怎么办？你看，怼我两下子。再坐好了，坐，咱坐。老四啊，你咋这么笨呢？啊，这么笨呢？你看看，家人们看了吗？啊，这家伙，老四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看三番怼多少下？俺三番怼多少下？老四，就因为你爱揍你不吱声啊，老爷就给你个肉干吃啊。好，老四，老四知道他妈妈跟他开玩笑呢，知道吧？知道他妈妈跟他开玩笑呢。老四从来不还口，会生气，有时候气哭了。老四能屈能伸，你看吧，你看着了吗？老四其他的狗不敢惹他，知道吧？但是俺家塞文就敢惹他。啊，俺这三不敢惹别的狗，但是呢就敢惹老四，知道吧？来，四哥你来坐这，四哥来，三番，你揍老四一下子，爸爸把肉干给你吃，你揍老四一下子，揍他，你坐好了，三番你坐老四一下，老四把爸爸给你肉干吃，坐，对，怼他，怼头，三番你怼头，你怼这，来，走。你看老师不急眼，走，三，
能听话不？啊，这么不听，这么不听话啊，这么不听话啊！你看不吱声吗？啊，我寻思我应该奖励给老四吃，知道吧？呀，老四高兴，老四太高兴了，四哥呀，妈妈揍我高不高兴？老四啊，挨揍都高兴哈。老四啊，哎呀。我是挨揍都高兴啊，必须奖励给我四哥啊，老铁们啊，必须奖励给我四哥。嗯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大家伙没给三八点关注的给三八点关注啊，没给三八点关注大家伙可以点关注。然后有想买咱家东北蜂蜜的老铁们啊，有想买咱们家蜂蜜的话，大家伙可以去买咱家那个第二个链接蜂蜜啊，蜂蜜是49.9元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蜂蜜啊是49.9元给大伙发两斤蜂蜜啊，老铁们，东北蜂蜜啊，百花蜜，老铁们啊，一瓶咱家蜂蜜一瓶是两斤啊，有需要蜂蜜的话你们可以去买咱家的蜂蜜，四哥有没有意思，老铁们，是不是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这个世界上老铁们只有 Seven 敢揍我四哥，其他的狗狗啊、没人敢收拾老四。你看，家人们，俺家小迷糊啊，啊 ，Seven 怕怕小迷糊，老铁们，啊 ，Seven 怕怕小迷糊，啊，怕吧 ，Seven 怕小迷糊，知道吧？那但是呢，小迷糊还怕老四，啊，证明啥？证明老四比小迷糊还厉害。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俺家 Seven 就敢揍老四，证明 Seven 比老四还厉害，是不是？但是呢 ，Seven 就是怕小迷糊 ，Seven 就是怕小迷糊啊！老四啊，你等老爷一会儿啊，老爷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这个蜂蜜，行，老四啊，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蜂蜜啊，好。待会儿想买咱家蜂蜜的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蜂蜜啊，这个啊老铁们，一瓶咱家这个蜂蜜一瓶是两斤的啊 ,Seven! 哎呦我的妈呀，这 Seven 呢。咱这蜂蜜一瓶是两斤老铁们啊，你们想买蜂蜜的话你们可以去买咱家的蜂蜜。咱家蜂蜜是百花蜜老铁们啊，百花蜜，东北这个百花蜜啊，一瓶是两斤，然后呢没经过任何的加工啊，咱家蜂蜜直接就是从那个蜂巢里拿出来之后呢，直接就是搅啊，搅就是给它搅好它啊，然后呢直接装罐，老铁们，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，没有水，没有糖，就是纯蜂蜜100%啊，咱家这个里边就是纯天然的蜂蜜，老铁们啊，啥也没添加啊。你们在外面买超市里的买的蜂蜜吧，它肯定会多多少少给你添加点东西，但咱家的蜂蜜一点都没有添加，老铁们啊，一点都没添加啊。你们想买的话你们可以去买一单，49.9元两斤啊。家人们，49.9元两斤蜂蜜特别好啊，咱家这是纯蜂蜜啊，家人们啥也没添啊，特别便宜啊，东北蜂蜜总共没有多少单啊，49.9元给大家伙发两斤啊，家人们两斤蜂蜜啊，你这是蜂蜜。蜂蜜不稠啊，整理箱，家人们，蜂蜜啊，这个蜂蜜你拿回去，你在家就是在这放着，知道吧？你放个让它沉，就是你在家放一阵儿，放一段时间，让它静止一会儿，它就会结晶。它结晶的话，它就稠了，知道吗？它结晶的话，它就非常稠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没毛病。嗯。Seven 胆小怂怂的，老爷把他照顾得太好了。
它其实这蜂蜜水分有点高。你是不是黑粉啊？你是不是黑粉？我跟你说，这蜂蜜里边啥水分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太稀了，一点都不带掺水的，老铁们知道吗？我给你们拿个纸巾，我跟你说，掺水的蜂蜜是啥样的？掺水的蜂蜜啊，你就拿卫生纸就行，卫生纸。四哥呀，操，这卫生纸都没有。三个吃裤子情况下，谁都敢怼。这个蜂蜜从东北发货，老铁们啊，从东北发货啊，这东北的蜂蜜啊。这我到南方来卖东北的蜂蜜，没人敢信啊！这是，我到东北来，我在杭州这地方卖东北的蜂蜜，没人敢信啊！这不叫稀，好蜂蜜打丝，这是好蜂蜜。卫生纸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这个蜂蜜如果掺水的话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蜂蜜如果掺水的话，它会，知道吗？它这个卫生纸，兄弟们啊，你看它俩一样的卫生纸，啊，这个往上面倒一滴的水，你看啥样？看到吗？但这蜂蜜你要往上面整一滴的蜂蜜，啊，看到吗？我怎么这么多？它都不带阴的，看到吗，老铁们？它都不带阴的。如果要掺水的话，如果掺水的话，它是不是就阴了？啊？没阴吗？纸都没湿。如果要掺水的话，它就变这样式的了，知道吗？一点都不稀，知道吗？49.9两斤，没有吧？啊，看这个，这个蜂蜜看样子质量不错，拉丝。一瓶，对，一瓶，老铁们啊，一瓶是一斤啊，能解释一下吗？什么熊少帅？你那蜂蜜怎么那么便宜？在我家两斤都100多。因为你买的蜂蜜是别人加工过的，知道吧？不但贵，而且不好。我这个蜂蜜呢，啊，是我媳妇儿他们家亲戚家，我媳妇儿他们家亲戚，啊，我媳妇儿她姨姥爷家，啊，他们在山上整养的蜜蜂，养的蜂子，啊，年年都产蜂蜜，知道吧？就是有一些卖蜂蜜的，他们商家把蜂蜜收走，知道吧？他们那些商家把蜂蜜收走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他们往里掺水、掺糖，啊，要给你装罐儿，啊，咱家这个绝对没有。什么时候卖东北酸菜？三万，你看。
老四，给我四个吃。你的蜂蜜是你产的，不是我产的，老铁们啊，不是我产的，是不是假的？49.9两斤。哎呀，就像这种人嘛，你们你就离开我直播间就完了，铁子啊，那是你可能是被别人骗习惯了，铁子啊。你可能是被别人骗习惯了，知道不？嗯，我其实对蜂蜜是很了解的。哎呦，我老四的确有泪痕哈啊！四哥，哎。感谢乖乖 seven 啊，谢谢大家伙送的礼物啊，别打这黑粉了，老爷。我看他说啥呀，主要是他们这些不太了解老的人为。四哥不高兴了啊，四哥哭了，四哥你不高兴了，四哥嗯，老四啊，老四挨揍了之后不高兴了啊，有啥不高兴的呀，四哥啊，四哥你有啥不高兴的呀，老四，老四怎么了？米线今天收到了，有点麻香香的，非常好吃，酒包可以吃好久，感谢家人们啊，煮那个咱们家那个一定要少放水，知道吧，煮咱家那个一定要少放水啊，放水放多了话不好吃，水放多了它不麻不香，知道吧，就是泰椒那个味儿好吃，那个咱家那个米线啊，嘎的吧啊，出来吧出来吧，哎出来吧，来来给好吃的来，等啊，给肉干吃就好了。来，四哥啊，坐好了。来，四哥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！刚才都谁挨揍了？咱们刚才都谁挨揍了？我想知道。我只给挨揍的啊，谁挨揍了？你们几个谁挨揍了？刚才啊，老四挨揍了吧？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？还有谁挨揍了？还有谁挨揍了？小迷糊呢？迷糊出来，迷糊来！还有谁挨揍了？啊，老四挨两下揍啊！好。后面披头散发的小石榴啊，小迷糊来，不给你啊，只有三，只有你们才咬着我，老大挨揍了吗？对，老大也挨揍了啊，老大也挨揍了啊，哎，老大也挨揍了啊，剩下他们三个一个都没揍着，哎，小迷糊挨揍了吗？小迷糊刚才挨揍了吗？家人们，小迷糊啊，我也挨揍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挨揍了啊！那我也应该吃一个，我也应该吃一份，我也挨揍了，还没有了。
哎，我也来一份，我也来一份啊！但我这份我不吃了，给老大。啊，是你们三个就没挨揍，是不是？证明你们三个呀，平时不孝顺。啊，虎妞啊，你对姥姥对姥姥不好。啊，小迷糊不喜欢老奶奶，是不是？石榴对姐姐不好。啊，但小石榴应该奖励一个啊，石榴。啊，小石榴奖励一个。啊。嘎呢，虎妞？给三位一个。有人问蜂蜜到广东东莞要多久？四天吧，3到4天。老铁们啊，蜂蜜3到4天啊，待会儿有需要蜂蜜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一单啊。咱家这个蜂蜜是农家蜂蜜啊，老铁们啊，给了三位一个来啊。农家蜂蜜啊，有想买蜂蜜的话，你们拍一单蜂蜜去啊。老四给了，小石榴给了，老大给了，虎妞给了啊。虎妞给完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小迷糊没给呢，都给一个得了啊。虎迷糊给一个得了，好了，公平一点。蜂蜜49.9块两斤，老铁们啊，1000克，咱家蜂蜜是1000克两斤，什么添加都没有。啊，蜂蜜里边什么添加都没有啊，绝对是好蜂蜜啊！你可以随便拿表测，老铁们啊，都是41.5度左右啊，都是41.5度左右。家人们，你知道41.5度左右是啥意思吗？啊，就是非常纯了啊，蜂蜜啊。你这鼓励石榴咬7呢？刚才那个游戏已经过去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我做一个总结。刚才的时候，你看刚才谁挨咬了之后就给谁吃的，啊，谁听话给谁吃的。那小迷糊，我也不是最后给他的吗？对不对？小迷糊啊，还有虎妞，还有小石榴，他们三个我都是最后一次给的，咱得给人吃的，不然人家白陪你玩了，是不是？那老四他妈白陪你玩了，你不给老四吃的，虎妞白陪你玩了，白陪我玩了，不是陪你们，陪我。对不对？我怎么也得给人虎妞吃的吧？别来了，怼疼了。怼倒没事，他们不敢怼。欢迎家人们啊！蜂蜜49.9两斤啊，合到25块钱一斤，老铁们啊，蜂蜜合到25块钱一斤啊，待会儿可以去买呢，合到25块钱，东北这个咱家这个蜂蜜啊，绝对是好蜂蜜，老铁们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从就是直接从那个蜂场里头直接啊拿出来那个蜂蜜。和从厂子里头啊，从那蜂巢里和蜂场里拿出来的蜂蜜绝对不是不一样的蜂蜜，知道吧？你从人家那个蜂巢里拿出来的蜂蜜，它指定是一种上等蜂蜜。你要是从厂家里头拿出来那个蜂蜜啊，绝对不是上等蜂蜜，知道吗？那是经过加工之后的了。我给你们保证，咱家这个蜂蜜绝对是从那个啊，直接从蜂巢里拿出来啊。那种蜂蜜啊，绝对是上等蜂蜜，老铁们。米有什么？米什么时候有？米，再等半个月吧。再等半个月吧，家人们啊，大米。49.9两斤，老铁们啊，你想买蜂蜜的话，你虎妞。老要火鸡面，火鸡面的话在回念，在回面的话啊，
毁灭在第49个链接啊，老铁们啊，在第49个链接，在最后一个链接呢啊。笼子擦粑粑擦了吗？笼子粑粑擦了。把擦了没擦干净，我一会儿下播擦。我一会儿下播擦。嗯。蜂蜜不错，感谢家人们啊！待会儿买个蜂蜜的啊，我看待会儿买的蜂蜜都给什么评价。我看待会儿你们买了蜂蜜都给什么评价，我看一下子，还有没有牛米花？有牛米花，老铁们，有牛米花啊！牛米花在，牛米花在第38个链接啊，第38个链接。现在蜂蜜应该都收着了。这是大家伙说的蜂蜜啊，蜂蜜都是好评，嗯，值得购买。大家伙想买蜂蜜的啊，蜂蜜是49.9一斤。49.9两斤，这毁灭链接下架了，有新链接吗？毁灭链接下架了，咱家的蜂蜜全是都是好评了，铁们啊，没买蜂蜜的话，你买，我跟你说，三爹肯定给你们卖是好蜂蜜，你们直接拍就完了。火鸡面。我是没有链接了，家人们，我是没有链接了啊，那火鸡面可能就没有了。反正我把链接下掉，把链接下掉。嗯，49.9两斤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是东北的百花蜜，老铁们，哦。两斤装的，这一瓶是两斤，老铁们，这一瓶是两斤，啊，你看这蜂蜜，老铁们，这蜂蜜平时的时候你到家之后，待会儿就会问三八这蜂蜜顶上它为什么有沫儿，老铁们，你们知道上面这个沫儿吗？啊，其实它上面不是沫儿，知道吧？这正常，它就装罐的时候吧，这个蜂蜜装罐的，由于蜂蜜纯蜂蜜，老铁们，纯蜂蜜上面都会有这个沫儿，知道吧？它在它装罐的时候呢，它会啊有那种空气，知道吧？装罐的时候它就会有空气里边，再就是运输的时候都会逛荡，知道吗？它逛的时间长了，里边就会产生气泡。这你时间长了之后呢，你就给它往这一放，老铁们啊，你就往那一放，它就上面那些气泡都会上来，都会飘在表面上，知道吧？好蜂蜜的上面都会有气泡，老铁们啊，而且特别特别小的气泡，如果要是有大气泡的话，家人们，蜂蜜如果要是有大气泡的话，那指定是不好。但是这个蜂蜜，我跟你说，都是那种小沫沫、小气泡啊，那都是好蜂蜜啊。这种气泡才是好蜂蜜啊！有人问啊，王姐有人问，这上面有气泡啊？我后期有查的是，好蜂蜜上面都有这个气泡，老铁们啊，这个气泡啊，咱家这蜂蜜都是在41.5度左右，老铁们，蜂蜜啊，如果够，就马上下单了。什么？
49.9包邮啊，老铁们，49.9两斤蜂蜜包邮啊，一瓶是两斤，老铁们，一瓶是两斤啊，这瓶是1000克，1000克两斤，从东北发货啊，家人们，从东北发货啊，因为这蜂蜜是东北产的啊，东北的百花蜜啊，它里边啥花都有。真的蜂蜜室温2度以下就会结晶，结晶才好，才真好。我跟你说，100%会结晶啊，老铁们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三爹在这个杭州这地方，啊，我这地方太热了，知道吧？天天都30多度，30到20-30度，它不可能结晶这地方。啊，你要是冷的话，20度左右，20度以下的话，或者你放到冰箱里头都能结冰，啊，结晶不是结冰啊。感觉这一瓶没有两斤，不可能没有两斤，老铁们，怎么可能没有两斤呢？没有两斤，没有两斤，那么糊弄人吗？对不对？这个都是上秤腰的，这个都会上秤称，知道吗？我这没有那种秤，人体秤不行，人体秤称不出来，人体秤称不出来。肯定够斤数啊！你们这你就放心，肯定够斤数。看人体秤能不能称出来，上秤称一下子。啊！我靠，我正好70公斤，看到吗？我正好70公斤啊！我拿着蜂蜜，我拿着蜂蜜有多少斤？你说能不能71斤？啊，应该是70.5，对不对？应该是70.5。70.75，不会吧？啊，我你起来，迷糊，起来啊！我不拿蜂蜜的时候是多少？69.75，我拿蜂蜜的时候呢？你看多些，70.75，70.8。1000克，那不正好两斤吗，老铁们？那不正好1000克吗？是不是？70.8，然后呢？我不拿蜂蜜的时候是69.75到70.8，不正好1公斤吗？1公斤不就是2斤吗？是不是？够，不可能不够，卡了，今天这个网就卡啊，我就整不好，今天这个网它就是卡。哎，老爷不差事，肯定不能差事啊，肯定够，老铁们啊。带瓶那不2斤多吗，老铁们，那不2斤多吗，你看看，我给你们算一下子啊。那不2斤多吗？我带着蜂蜜上去的时候是70.8，我不带蜂蜜的时候呢是69.75，是不是？是多少？10 50 0 0 0，是不是？0.05斤，多少克？0.05斤，0.05斤，啊，这个就是50克，应该是25克啊，瓶一个瓶25克，老铁们，瓶是25克，对不对？瓶是25克，1.05，瓶就是500×0.5呗。500×0.05，是不是？
00525俩零不25克吗？对不对？减错了没减错呀？啊，对对，一啊是1.75，1.75啊，他俩就是差0.1.75。啊，对，啊，这是一，0减9等于1，这个零是管他借的一个一，等于五，这借完就是零了，他没往他身上借，还是1.05，数学不行了，姐们，数学白费。我数学是我四哥教的，啊，我数学是我四哥教的，四哥呀，老爷的数学是你教的吧？啊，我数学是我四哥教的，啥也不是。一以内的加减法我都算不明白呀，四哥啊。四哥，你能算明白一以内的加减法吗？老铁们，你们能算出来吗？一以内的加减法？啊？0.87969495979加上0.11345968，得多少？我四哥躲远远的，你瞅瞅，我四哥躲他姥爷躲了远远的，一给他出算术题，老师就跑；一给我四哥出算术题，我四哥就跑了，溜杆子了。瞅瞅，啊，四哥呀，等于几呀？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。四哥困了呀，四哥呀，老爷瞅瞅来，四哥。哎，我媳妇儿啥时候回来呢？我媳妇儿啊，你说习惯跟我媳妇儿在一块直播了之后哈，我自己直播真不得劲儿啊。那为啥呢？咱们没觉得我媳妇儿在这直播，以前我媳妇儿不跟我一块直播的时候，感觉可高兴了，每天玩的可开心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自从有我媳妇儿之后啊，就在一块直播就习惯了，有我媳妇儿在这儿。就回不到以前那样似的，就感觉去我媳妇不在身边的话，好像少点啥似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这样吗？就我媳妇不在身边的话，好像少点什么似的。不是想媳妇了。之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伙啊！没点亮，大家伙点点亮。以前是爱情，现在是变成亲情了，离不开了。小明啊！
小明，你把这个笔拿来。那个笔是老爷写字的笔，快，你过来。明儿，你把笔拿来，快，明儿。他妈，老爷写字的笔。明儿，操，咬坏了。操，小明儿，你真行。咬坏了！你真那么，你真那么试？真那么？啊？笔尖儿呢？那笔尖儿呢？我的妈呀！笔尖儿呢？这狗啊，这狗啊，真的太让人丧死。太让人上火了，这狗完了，笔尖搁这里头呢。你说这啥玩意儿吧，愣给薅出来了，你瞅瞅，硬生生给薅出来了。哎呀，小迷糊啊，老爷越来越不喜欢你了，真的家人，我越来越不喜欢小迷糊了。哎呀，我真是越来越不喜欢他了，还那么烦人呢，这狗。天天狗破坏啊，天天狗破坏，啥也不是。哎呀，我气的成天狗破坏。哎，迷糊想在地上练练签字儿。迷糊过来，来，注意别被咬到，没事，小迷糊咬不过我，小迷糊没我反应速度快啊，反正小迷糊没他姥爷反应速度快，咬不着，你们放心吧，老铁们，大伙放心吧，嗯，哎呀，今天不适合直播呀，老铁们，今天不适合直播呀，累。今天不适合直播呀，累了。我咋感觉今天活跃不起来呢？啊，我跟你就是开始的时候卡了，网卡的事儿。刚一有，哎，我发现我现在我一开直播开始就卡，开太晚了。不是开太晚是吧，今天玩不起来呢，感觉没啥意思呢，是不是不适合直播今天。一人播就是累。都不做游戏呀，关键不知道玩啥，知道不，不知道玩啥。哎呀，明天播吧，今天不播了，明天想游戏，明天想不出来游戏，明天不播了啊，老铁们啊，明天想不出来做什么游戏，明天就不播了。我明天晚上想个好玩的游戏，再不能让你玩得开，再不能让你玩得开，在这地方玩不开。行了，休息休息吧，我也休息休息，老铁们，我也休息休息啊，想想呢，想想好好点的啊，游戏啥的，不带撞的。虎娘，这虎娘太愿意参加了啊，老铁们啊，你没有撞的。行了，家人们啊，我今天就播到这儿了，明天给大伙好好播啊。拜拜。
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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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媳妇在，不在状态，可能跟我媳妇不在有关系，老铁们真的，可能跟我媳妇不在有关系。哎呀，看着吗？我媳妇总说我说她，总说我说她。其实我离开我媳妇之后也狗屁不是，是不是？我媳妇总说啥呀？我也不愿意说我媳妇。这离开我媳妇之后，我啥也不是，都不会直播了。我媳妇回来的话，对她好点儿，啊，以后再不说她了。我媳妇要回来的话，就对我媳妇，啊，百依百顺啊，我肯定不说她了。行了，家人们啊，拜拜。说的对，两个人有商量啊。行了，拜拜，家人们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我们可记住了。我也得记住了，小迷话，老爷可得记住了啊！拜拜，家人们啊，拜拜。卡了，我的妈呀！明天把这网好好修一修去，把网好好修一修。啊，拜拜，家人们啊！感谢乖乖三文军团啊！谢谢燕姐姐啊！感谢燕姐姐啊！拜拜，家人们啊！明天我得把网修一下子。